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多了一个硬体编码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40系列多了硬体编码的格式，它叫做 AV1。那这个我们也会稍微看一下。哦，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40系列多了一个编码格式，叫做 AV1。那它的压缩的方式啊，跟效率好很多，就是比起 H.264 跟 H.265，就是你可以用一样的大小、一样的容量、一样的速度，结果做出更好的影像。反正我们也会来看一下这个 AV1 的部分。